通过这个站的结构，对吧？有些同学大部分啊讲了2遍之后，已经把这么一个递归的一个递归跟打印顺序之间的关系捋清了，对吧？这个打印的顺序是什么？是8239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没有讲的是这么一个中序便利，对吧？中序便利或者说放在中间这个 callback，那么我们怎么去确定这个答案是2389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callback。对吧？然后我们就去分析一下这么一个过程。好，这依然是一条站，对吧？咱们还是得分析这个啊，再画一遍这么一个8239，对吧？2323 now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既然什么是 T8，对吧？我用黑色标 T8 一行一行运行啊，当然这行是废话，对吧？八，然后呢这行运行 if。有问题吗？return 吗？不 return 对吧？OK，继续进行下一行，下一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T 八点 left 对不对？OK，咱们先把这个标一下，T 八运行。然后接下来对于这八这一层函数的时候，它会调用什么？T 八点 left 对不对？咱们换一个颜色，红色。T 八点 left 是什么？就是二呗，对不对？就是 T 二。OK，T 二函数进来了。现在这个八这个黑色的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呢开始执行二这个，对吧？二进来。是 now 吗？不是，OK，执行这一行，然后去执行了什么？执行了二点 left，二点 left 是什么？是 now，OK，now 的话我就不分析，因为 now 进来的话肯定直接 return 了，对吧？然后它会继续执行，红色继续执行是什么？是 CB 二。我们知道 callback 对于我们来说是打印，对不对？而且打印完之后，它这个函数就不会调用别的函数了。所以呢，暂时它执行的时候不会有别的函数入站，而且呢，它执行是把二打印出来，二，所以第一个顺序是二，对吧？这点也没错。然后这个红色勾继续执行到这儿了，OK，去执行什么了？T 二点 right 了，就是这一个了，是 T 三，对吧？接下来咱们用黄色表示 T 三，OK，好了，表示 T 三开始执行 T 三，T 三进来。对吧？这个满足吗？啊，不满足，继续执行。三点 left 是 now，对吧？这点呢，直接跳过了。然后呢，下一步什么？是 CB3，把三直接打印出来，然后出站，对吧？三，然后呢，再去执行三点 right，三点 right 呢也是 now，对吧？也是 now。那么这个就忽视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 T3 是不是执行完了？黄色函数执行完了，OK，它出站，没它事了。然后对于二来说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对于这个红色的二来说，它怎么样了？红色的二是不是也执行完了？在这里，在三返回之后，在这个函数返回之后，二也执行完了。OK，二也出站。OK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对于这个黑色的函数来说，这个 T8 这个函数来说，它下一面执行了怎么了？因为这个函数执行完返回了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执行下一步了，callback。是相当于什么 CB 什么 CB8 把八打印出来，所以呢，它打印顺序是238，对吧？那最后一个肯定是九了，但是呢，咱们还得分析一下。然后这个黑色函数这个黑色的啊，继续往前执行。然后是什么？八点 right 是什么？是九呗，对不对？是九。OK，咱们用个绿色来表示，就相当于现在 T9 进来了，T9 进来了，绿色的进来第一个不满足，第二个。是 now 对吧？直接不管了，忽视掉了。然后再下来是怎么样？callback 就是把九给打印出来，CB 九，对吧？把它打印出来，便利顺序是九。然后对于绿色函数来说，对吧？因为这 callback 呢不会再引起别的函数入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再继续下一个是怎么样？是执行了。九点 right 对不对？也是 now，九点 right 也是 now，所以呢，直接忽视它。然后对绿色函数来说，它是不是执行完了？OK，它可以出站了。最后呢，对于这个黑色函数来说，对吧？这个 T8 这个黑色函数来说，它也完成了，它也可以出站了。OK，整个站清空了，函数执行完成，便利的顺序呢是2389，对吧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，2389，像一条毛毛虫一样的顺序。OK，这就是咱们对这个。递归站的一个分析，便利的一个分析，对吧？然后对应的这三种便利的顺序啊，这种叫做前序便利，这种呢叫做中序
啊，序列对吧？中序便利，这种呢叫做后续便利。那如果对于你来说，如果你是想查找一个游戏文件，你应该用哪种便利方式呢？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想一下，对于文件来说，它肯定是啊，比如说这是一个文件夹 ，OK， 这是一个文件夹，画的有点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它包含了很多一个子文件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每个子文件夹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文件，对不对啊？这么画有一些文件 ，OK。那么我们便利的时候，当然要怎么办？要先去到它的最底层，检查它的文件在不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是便利顺序是什么？应该是这种便利方式，后续便利，因为它是从最下面三开始便利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对于我们查找某个游戏文件来说，这样的方式呢是最为，对于我们查找某个游戏文件来说呢，这样的方式呢效率是最高的，就有可能是先找到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递归呢就不是递归对吧？便利跟递归呢，咱们就讲那么多，以及重点是我们把这个 callback 前序、中序、后续便利全都讲了一遍，这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函数执行的顺序是怎么样的，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有8239这样的便利顺序，对吧？为什么会有32898这样的便利顺序 ？OK， 这就是咱们的数的第二个方法，对吧？Traverse 便利方法。